開頭我覺得好陌生嘅，不過上兩個禮拜練習咗之後咧，都攞翻六七成嗰個感覺。今日就我覺得發揮到九成，其實都幾好。見到你初賽嘅時候起步係咪爭少少啦？有冇做到啲咩去復賽令到食得咁好啊？仲初賽可能起步耐冇爬咧，試過跣腳，跟住後面調整翻都幾好。咁啊，復賽見到佢抽翻個線度，咁我望翻其實都幾好嘅。咁啊，盡量喺落嚟嗰陣時候就爭取翻多啲時間。我覺得成績唔錯嘅，因為其實初賽一開始即係表現得唔好啦，即係一開始初賽係跣腳嘅，跟住就好擔心啦。咁其次就係因為我初賽嗰時即係真係未 warm up 好啦，或者未 ready。咁啊，所以我去到復賽就冷靜翻自己落嚟，希望穩穩定定上咁去就 OK。所以攞到呢個成績，我自己好開心，亦都好滿意，因為係咁多計以嚟，我嘅復賽成績係最好一次。因為其實我年年都破紀錄㗎嘛，你知唔知破咩紀錄啊？我唔講你知唔知啊？就破我自己年齡嘅紀錄，亦即係呢度嘅大會嘅紀錄，年年都係幾年都係我最大嘅紀錄，我年年都係加歲加歲咁破紀錄。點解想參加？第一年想參加？呢個係我自細嘅興趣嚟㗎。以前咧舊包生嘅時候咧，已經係年年都係喺呢個凌晨零時嘅睇電視。你知有家電台直播啦，咁我自己睇嘅。咁啊，成屋企人瞓曬覺，我都照睇嘅。咁直到1978年，咁啊冧包生啊，之後就好沮喪啦，冇得玩啦，啊，即係冇得睇。直至我收到想玩嘅時候咧，就未退休喎。咁好啦，等我退休啦，咁啊，之後咧我冇，我而家喎。